举双手，随着动感音乐热情跳跃，水雾喷洒，尖叫声连连。只有玩水还不够，乐园全新推出冰雾派对，冰雾、水花、碎冰从天而降，多种冰凉感受让现场气氛嗨到最高点。不仅是水上乐园，路上设施也一样挤满人。民众的热情和气温一样高，游乐园排队人潮满满满，尽管顶着炎热太阳扇着扇子，也要排队体验刺激的游乐设施。想要来一趟急流泛舟之旅，恐怕要等120分钟。排第二样，第二样，那这样排多久？排一个多小时。急流泛舟有排多久吗？2个小时吧。观光局推出8月底前19岁以下民众免费游玩全台22家游乐园，让大朋友小朋友疯狂挤进乐园，玩得不亦乐乎。交通部观光局会进行补助，那这个会如同原来的规划，就是从7月1号到8月31号。如期的来进行。原本传出国旅补助方案经费用尽将提早截止，18号交通部长林佳龙承诺将会依照原定计划补助，不喊卡。除了玩水、玩冰，陆上乐园、动物园也不放过。台中、台南2家乐园业者联手推出一票三玩，3种不同的乐园体验一次满足。炎炎夏日，业者祭出各项最新活动，用清凉消暑、冰水交加的刺激感揭开暑假序幕。记者何孟琛、曹昭仁新竹报道。